一个视频被黄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今天这期节目，我就通过一个真实的例子来给你讲清楚这个问题。好，黄标是啥意思？就是一个视频在后台，你可以看到那个盈利的标志从绿颜色的美元符号变成了一个黄颜色的，我们就把它叫做被黄标啊。那黄标的技术含义就是说这个视频呢内容有点问题哟啊，不适合绝大部分广告商。那广告商看到这样的警示啊，躲得远远的。 对吧？不愿意在这样一个内容存疑的呃这样一个视频上面投放广告，所以广告的播放次数会锐减。锐减到什么程度？我一会儿给你看。啊。好，从技术上来讲的话，这只是一个警告，并没有讲你广告商千万别投这一类的内容。被黄标并不是禁止广告，如果是个禁止广告，那个美元符号、啊、会变成黑颜色，打上一个叉叉在上面。概念上讲清楚了啊，不适合大部分广告。 可能有一点点广告收入，也可能没有。真实情况怎么样？我现在就给你看一下我的一个实战学员的最近的一个视频发生的情况。大家看啊、哦，这是这个视频的过去两周的这样一个播放和盈利的曲线啊。呃，十二月十六号到一月二号，这个视频发布的这一天是十二月十六号。那么看到这两根曲线啊，紫颜色的是。 这一天的观看次数，绿颜色的是这一天赚的钱。所以你看，这个是按日分布的这个曲线呢，啊。发布那一天，啊、呃，因为可能不是满二十四小时，那这一天的话有九百零一次播放，赚了六块钱啊。那第二天有一万次播放，赚了一百一十四块钱。第三天七千多次播放，赚八十三块钱。那第四天那就是两万次播放，赚了两百一十四块钱，直到这一天。 啊，第八天是将近五万次播放，这一天赚了三百七十五块钱。好，这个时候就出事了啊！往往一个视频在播放量快速放大的时候，会引起这个平台的警惕，讲是不是有一些不当的内容导致快速的这个传播啊，或者是由于观众的扩大。 会有些比较敏感的观众，这个时候会开始举报。那么，不管是由于什么样的情况啊，会触发这个平台通过机器人、通过人工再一次仔细的审查你这个视频。那这个视频不管是由于任何的原因，反正这一天到了顶峰遇到了问题。那紧接着你看看接下来一天，从将近五万的播放量啊，跌成了一万多一点点。但是这一天还是啊赚了八十五块钱。那后面这一天也是。 一万五，15, 然后赚了一百零三块钱。好，接下来继续呃减少一万次的播放量，只赚了三十三块钱。然后这一天五千次的播放量赚了一块七毛八。紧接着你可以后面看到四千的播放量赚一块钱啊，六千的播放量一块多钱啊，七千的播放量一块多钱啊，五千多的播放量一块五，七千播放量一块八啊，五千多的播放量一块二。好。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触发了一个审查机制，审查决定这个视频是不适合大部分的这个广告，所以呢，给了黄标。但这个数据因为赚钱的数据化，可能会延迟将近四十八个小时，所以这两天还能看到跟这个播放量相匹配的广告收入，对吧？ 我讲相匹配，你就注意看这两个线的，如果粘连在一起的话，证明这两个数据按比例来讲是相当的。也就是说，它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只进行了限流，但是还没有限制广告啊，直到这个地方，它就不仅开始限流，而且限制广告，到这个地方就完全的限制了广告。所以从某种机制出发，黄标。 到这个广告系统的反应嘛，有那么几天的时间，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广告会完全的撤走。那你好奇了，老胡，我们在这边不是能看到一块两块的这样的广告收入吗？你为什么讲它完全的撤走？好，注意看，我现在来变换一下这个报告曲线，这个地方的啊、呃、绿颜色这根线现在是你的估算收入，所以在这地方看见啊一块七毛九。注意哦，我把它这个地方改成。 获利的播放次数，好，我们再来看后面这个地方啊，播放四千多次，获利的播放次数，也就是说有效的广告帮你赚钱的是零零零零零，所以这个视频。 被黄标，黄标的技术定义虽然讲并不是完全禁止广告，因为它是黄颜色，不是黑颜色的一个美颜标志，但是实际结果是什么呢？所有的广告都撤走了，没人愿意在这个视频上面做广告。那你又讲老胡，我们前面不是看到了，你这个地方有一块多啊，两块多，是从哪里来的啊？ 这是因为油管有一个 V I P 的会员计划，这些人按月付钱，他就可以不看任何的广告。那这些会费啊，油管会拿出来一点点，按照观看时长跟这些视频的作者进行分成。这个一块多钱，就是这七千多次的播放量通过那个油管会员分来的一点点收入。所以你看到这个视频。 在他的整个的生命周期，从发布到现在这两个多礼拜啊，只是前面的十天赚钱，被黄标以后的话，这个收入就减少到几乎没有。那么到现在总共刚刚过二十万的收入是一千四百零八块钱。好，我现在总结一下一个黄标对一个视频的影响。首先，第一点，黄标有可能在你上传视频的时候直接检测，第一时间告诉你。 第二，它可以在将来的某一个时间点告诉你，啊，这个视频就在第八天以后，它判定为黄标。那出发这个黄标的重新的审定，可能是因为播放量的突然的飙升，导致这个算法警惕起来，重新进行细致的扫描，然后由机器自动判定给它一个黄标。第二，被判定黄标以后，往往紧接着出现的就是限流啊，然后。 才是这个广告收入的减少，直至几天以后完全没有赚钱的广告播放，这就是黄标对一个视频盈利的毁灭性的打击。那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点击申请人工审核啊，这种通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一个视频在你上传的时候，第一时间判定你为黄标，那个时候误报的可能性比较大。你申请人工审核，有很多人都会通过。 但是你在发布以后的一段时间再出现的黄标，这个时候你来申请人工审核，往往被拒绝的可能性就大幅度的上升。所以面对这种情况，你简单的去申请人工审核，基本上不解决问题。另外，这个视频已经有二十万的播放量，你又不可能把它下线，重新处理以后上传，你的粉丝也不答应你这样的做。所以正常情况下，有这么大的播放量被黄标。 就被黄标人工审查，那被拒绝，那这个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但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方法能够进行一定程度上面的在线处理，然后再申请人工审查，这个会大幅度的提高这个视频被重新救活过来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那这样一些技术就不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讨论范畴。好，希望通过今天这样一个例子，让大家真正理解了黄标对一个视频盈利能力的毁灭性的打击。谢谢你的观看，再见。